出入浴缸要使用浴缸换位凳。换位凳的两条腿在浴缸内，另两条腿在浴缸外。将高度调整到比您的膝盖高两英寸的位置。进入浴缸时，后退到换位凳旁，把手术腿伸直，手扶着换位凳的靠背，身体向后滑动，双腿顺势摆入浴缸内。如果您做的是髋关节手术，不要前弯去够水龙头，这样会违反髋关节注意事项。为了避免身体前屈，在换位凳上挂一个手持式淋浴头，进入浴缸前就把水龙头打开。从浴缸内出来时，把两腿放在一侧，从浴缸上外摆到换位凳上，将身体滑到换位凳外端，手扶着靠背，把手术腿伸直，用手臂和好腿支撑站立起来。在浴缸内外都要放置防滑垫。